真的很紧张吗？欢迎大家好，我是玉蕾，好久不见。跟大家讲，大家看标题应该也知道，很多时候呢，会觉得做餐饮真的是力不从心。其实一开始从传媒啊，遇到新媒体，就是我们这群人的时候，他们会觉得啊好痛苦。可是我们这种做餐饮的，遇到短影音崛起的时候，觉得啊。我今天呢就要带我的员工可爱的小叶呢去到台中拍短影音，我很想流泪，每次都只有最后一个好，而且为了今天我要开车去，所以我只好就昨天乖乖的跑去洗车。对员工那么好，小郑，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？太好了，好到说不出话了。刚给我拍一片，然后拍了三四次都给我没声音。我错，我错，我叫你换脸的你都不换。走啊，出发，出发，好，走。现在中午12:19，不是表定12就要出发？对啊，是没有错。那个画面上一下那个时间暂时间停止器的那个还在。太色了吧！出发的人都差不多。看一下楼上他到底在干嘛？真是。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？ 可以走了吗 ？OK， bye。好了呀，但我刚刚又跑去想说啊，算了，我再弄一下好了。啊，你现在干嘛？在拍你的奶子啊！你放尿了没？我放尿了。尿尿管尿，你是不是尿在这里？是。刚才出发了，东西要带。我房间啊，不是。你看我的房间。怎样怎样？刚刚那是什么东西？防晒。啊，我没带。好了，不关我事了，你可以做我事。没关系，反正我晒容还有个冰白。可怜，到哪都被呛，现在还要去当司机。我上紧张，我第一次跟你去台中哎，哦，真的很紧张吗？对不起，这个画面真的很赞，不好意思。研讨，叫车的吗？叫车的，对啊，叫车的。安全帽系起来啊！好，等一下。啊，要系安全带，司机一心一心啊。司机，这个要转身。就是只有你那边可以用，他这台车的结构我看不懂。又看手机了，干！对哦，他看得很认真呢。对，哦哦哦，认真呢。不好意思，你叫这台车是有运动的，我懂。副驾驶也会有，先跳车来的。你可以按 F， 你看载跳车。为什么我是载具，不是坦克？应该是你吧？怎么了？车轱辘火爆啊！请问哪里可以给这司机一星评论？他的 YouTube 频道。昨天明天开直播就倒三帮来，倒三帮。等你上片的那一刻，你就完蛋了。你看到倒三帮出现，那个要截图给厂商。厂商讲说这是优良互动，厂商会信。他今天封号是被跟女仆哪个排第一？没错，而且不止一张。觉得这些女仆还是很厉害的嘛？试过吗？都没有试过，没有了，这是他的计划。所以是鼻子越大越大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回答我啊！他有路就不好说了。然后也是我们刚刚在讨论，就是没有脱裤子前怎么知道他大不大？然后他就说：哎，干嘛干嘛？你对你老板干嘛？都没有家教啊你！你一个太监该捂了，没停的嘴。哦，有了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他说，如果你的鼻子长度长过5.59公分的话，你说这样子上下，对，他的工具就会长到。我们的目的地在这，到了。我觉得这比较吸引我。够了够了，小恩的我下次再看，我先上去看女仆。啊，女仆，好可爱哟。这就是女仆围绕的感觉 ，doki doki doki， 好棒哦！我本就牛不而进，他们的美妞，好 Q 啊！奶昔，奶昔，我也想喝奶昔，啊、我想喝小镇的奶昔，怎么奶昔啊？好恶心，好恶哦！怎么在恶心？战利品区拍立得一张是200块。小生最喜欢的拍立得，他今天说没错，而且不止一张，两张。
各位啊，其实短影音也是很难做，也是会有他们辛苦的地方。就是我们拍短影音的幕后，他真的很敬业，然后帮我们施了三次魔法。biu， 哎，他画的好可爱哟！跟我一样吗？想多了。为什么一边说？你刚才点饮料，问店员，你跟店员说帮我做一样甜度的，结果应该给你无糖。终于可以吃了。哦，这个奶昔。很好喝的，而且它不会散。那你可以帮我试魔法吗？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啊。哦。哎，它酸瓜很酸，赞。小哥，你先吃一点，你会饿。好，没问题的，稍微等我一下下。你怎么那么认真啊？工作嘛 ，no。你到底是来工作还是自费的呀？前面先工作，后面再自费嘛 ，no。占用公司资源，知道吗？今天其实是他想。对，他其实他想来的，他眼神充满爱心。下次还想来吗，小郑？哎，老实说，我应该会再来。他的位置在我的旁边，他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我一次。然后他还会把包包放在我的那个置物箱上面，我根本就没有机会。这个是你的置物箱吗？我是假的。哇，绝对不是啊！现在去哪呢？台中有一家糖果屋。嗯，我们进去里面挑糖果。干嘛？什么意思？我开了 A P P 就一个人买糖果。哎，对啊，不是台北就没有吗？那你们应该要过来台北，为什么没有这个糖果？啊，酷的糖果屋。你现在拍短影音拍多久了？大概每两个礼拜或三个礼拜会拍一两次，因为要选动画片。有比你开始光是拍一般影片还要轻松吗？轻松太多了。真的假的？因为短影音它可以拍很快啊，可以上去都没有现场，就可能你要重来的那种困难，容错率就很高了。我觉得短影音很难约，就等于是你把精华都剪起来，然后你节奏要快，才不会让人家觉得哦好无聊，一二秒就滑掉。最难的有点像你。拍短片，可是我们又不能完全放进场面，所以有时候就觉得好累，而且我平常工作啊，然后还要带小孩，已经很累了。像我最近玩的就是这一款 WOS 恒生启示录，就是一款以冰雪末日为主题的 SL 竞走员，什么意思？不是我改不上了。哎，这款是真的很好玩哦，我跟你讲，这游戏在全球都有超过3000万的玩家。冰雪末日里从探索到建造家园，当然还能呼朋引伴邀请世界各地的玩家战斗，即使在这么冷的末日还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欢乐出去玩啦。你在干嘛啊？我在体验这个游戏里面到底有多冷。一个好消息，因为寒霜启示录呢现在已经1周年了，官方呢为了回馈给玩家们呢，从3月5号开始，官方会展开777抽周年礼物活动。活动期间，每日首次登录就能领大量寒霜礼券，最多777张。礼券能开启宝箱来获得传说级英雄碎片等好礼，领主集结乐享周年。轻松好玩的冰雪末日手游，现在加入呢还可以抽周年礼物哦，领主集结乐享周年。给你抽音。有来看看他心心念念的糖果屋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就是这一间解药糖果。我来看看，哇，他在外面就是雷根糖，哎，好可爱哦。天哪，这么怀旧的糖果也有，还有这个甜到爆炸小憨豆。哇，真的很认真在拍，你真的拍好多卡了耶！当一个员工，其实我只是想早点下班，我只是空拍，但我根本没有按。哦。然后还有这个。
这个就是小时候会把它吞下去的口香糖，但其实不能吞，就是口香糖，很好吃。一个五块钱，哇，竟然有热狗堡的，这感觉就也是甜到爆炸。啊耶！好累哦，我们今天刚一日司机，然后赶上了大概下班的时间要回去的，啊，好开心哦。你的表情看起来一点都不开心。司机怎么样？好啦，那。到这边了，记得按赞、留言、按赞、留言、按下小铃铛，千万不要忘记每次都要赞助。我再见，变好声了，魔法。